咱俩聊聊啊。好啊。二姑父，你是头子，冠军呢。哥，大恩不言谢啊。应该做的。谢谢。钱云芳。哎，钱云芳，起来。你不说，哎，你不说请我吃饭吗？是是是是，吃饭。安米粒。哎呀，哎呀，王小华。哎呀，全小区最幸福的女人，谁呀？你呢？二姑，说的就是你啊！刚才我二姑父把你讲了一遍，老感人了，全喝多了。哎呀，我现在才知道你太幸福了。这话从何说起呢？咱就从早上说起吧。行，你今天早上吃的啥呀？油条。对上了。了哎，那个是不是顺风哥给你下楼买的？完了陪你一块吃的。他？啊，他？我的妈！你问问他早上十点半之前起床过吗？他知道早餐长啥样吗？我啥意思啊，哥？王小倩，这啥意思啊？二姑父，啥情况啊？这是淡定啊？淡什么定？没事。那我再问你啊，阿米粒儿，就是你生病的时候，那个是不是钱顺风给你买药，完了一口一口喂你吃的呀？没有啊。啊？那你是咋度过的呀？挺过来的。这个小黄，我感觉要不咱还是先走吧。哇，你等会儿，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没问。阿米粒，哎哎，在你忧伤难过最痛苦的时候，你都是怎么办的？哎，别提了，只能找我的父母倾诉倾诉呗。你不找他倾诉吗？就他给我惹的，我上哪找他去？那他不陪你喝酒吗？酒都让他喝了，一喝喝半宿，我一吐吐一地，都我收拾的。王小四儿，钱顺风，淡定啊，淡定。我感觉这里边应该是有什么误会，这个还是让风哥解释解释吧。小黄啊，你好好说话。小黄啊，我就是想跟你讲一个道理，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。我们大家他还走了呢，回来。钱顺风，我就说这个忙不让你帮，不让你帮，挺好的事儿给我办稀碎呀！我的天，小黄，这儿啊，哎呀，什么情况？二姑啊，哎，你来的太是时候了啊！你是纯头子冠军呐、啊，四叔啊、哎，要不还是找大姑帮忙吧？哎，我刚来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媳妇儿啊，怎的了？你这时候来干什么玩意儿啊？不，你要请我吃饭吗？我就问你。咱俩在一块生活这么长时间了，结婚这么长时间了啊，哎，你幸福吗？挺幸福的呀。那咱俩生活当中是经常打打闹闹吵吵闹闹的、啊、我真正伤过你的心吗？好像没有。哎，王小黄得了一种病叫结婚恐惧症，我正给他治病呢、啊、马上就要治好了，你可倒好，当即给他干医院去了。那你不早跟我说，这治病这事儿我不比你在行啊。放心，现在我就接他出院。黄啊，黄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哎呀，街坊邻居们啊，婚姻啊没有什么可怕的，记住我钱顺风的一句话，磕磕绊绊有关怀，打打闹闹有真爱。